大家好 ，ST 董，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展会限定的呢个唔知边个歌手的纪念车，系啦，一个咁嘅丹拿珍宝，整咗佢嘅公仔上去。哎呀，好彩揾到架真車，真嘅丹拿珍寶去上。不過算啦，揾唔到啲私人收藏嘅，咪揾真巴士公司嘅現役車咯。我有吸膠嘅。要揾巴士上，佢呢個廣告實有方法嘅。咁今次睇下係水貼定係點啦？九成都是水貼的，是的，一看就是的，整個 T 字 banner， 整個 banner 都是，其他好像是疑印，這些下面這些線條，就這麼說一代傳奇，張國榮。咁就冇曬中巴嘅字體啊，冇曬中巴 logo， 咁呢個梗係近排嘅呢個珍寶嘅狀態啦。咁所以車牌 CD1446， 係啦，做埋新巴嘅員工溝通巴士。不過相信入面啲座位編排係冇改噶啦。系啦，全部都是當時中巴嘅嗰座位，冇改做員工溝通巴士嘅樣子。至少外面啲人查係跟足啊。咁就攞架中巴時代嘅做對比，啲紅色有啲唔同啊。中巴先係偏橙啲，佢係深紅。唔记得有冇出过私人收藏嗰个版本，定系佢之前摆喺自己架车度系呢一架？好似咁佢路线牌系咩啊？就系珍宝巴士，跟住 X0X， 跟住将两个 X 拨高啲，咁就变咗个哈哈笑咁。幾搞嘢！係啦，唔知大家中意邊個版本多啲啦？呢個張國榮巴士啊，定係中巴嗰時？其實如果冇咗佢啲資訊，就咁紅紀念色咁樣嘅花紋，我覺得唔錯。咁當然係去紀念佢啊嘛，整得花巧啲。嗯。有趣，今次个驾驶室冇任何分析啊，全部蓝晒。咁大致上就系咁呢架车。咁好，咁今次嘅张国荣嘅纪念巴士啊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